为了推动本色分类，做好回收再利用，丹尼伫花莲和平厂打卡园区，设花莲头一座智慧回收设备，亲像是塑胶罐仔会当做成环保鞋啊，生活本色会当变成替代燃料。提保特办甲歪爱的电池，花莲秀林乡和平国小的学生是真欢喜，要来试这台智慧回收设备。用过台几啊卡大卡的粪扫篮内底，即马这台机器会当自动分类，还佫会当收集点数去超商换商品，会当成人来做回收。有成就感，很有趣，可以换点数。丢在垃圾桶里面的话，有些人会乱丢，那这种的话就很方便。这是台泥在花莲和平乡打卡园区。设置头一台智慧回收站，目的是要让大家重视垃圾的问题，按照位分类、减量到再利用，亲像保特瓶会当成做环保鞋等等的纺织品，生活垃圾会当代替燃料，要拿喷买当成做有机肥。全世界一年生产大概四亿万吨的塑化类，低于10%是回收的，90%不是被埋，就是放在海洋里面。到2030年以后，多过于鱼。这是花莲头一个智慧回收站，干那硬体设施都要150万。外界对这款的设施，敢会当达到效果，拢真好奇。但是强调讲，传达循环再利用的环保观念才是重点，无排除未来在其他的所在继续设站。记者综合报道。